啊，新春愉快，那我们的国家也能够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可以越来越好。那么至于大家所关心的华航的劳资争议的事件啊，那这个是社会所瞩目，那我们行政团队啊都紧盯的这个案件的处理的过程，那我跟这个行政院副院长也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。那今天下午就要进行这个协商，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重新的坐下来好好的协商啊，展现弹性，展现理性，创造一个三赢，让华航的经营会更好，让我们的劳方的福祉会得到保障，让我们旅客的权益也可以得到保障。我想大家对华航都有一份感情，因为他担负的很多的使命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也都非常的期待华航的劳资双方都能够坐下来好好的协商，让社会能够对他们的期待不会感到失望。那么这个是我对这个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华航的劳资争议的看法。谢谢，谢谢各位。谢谢。讲完了。